授奖同学请准备，贵宾致辞。好，首先来我们欢迎啊，代表我们市长来祝贺的我们教育局的蔡学斌蔡股长。校长，还有我们立委团队跟议员团队，那还有我们的那个会长大哥，还有我们的会长们，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那个老师们，大家好。那还有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小朋友跟家长，那今天是你们的庆祝的日子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我们六年的学习时间其实不算长，也不算短。但是毕业不是一个结束，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。像我今天就有做了两个挑战，第一个挑战就是在参加这么大的一个毕业典礼来做一个致辞的活动。那第二个挑战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教育局其实我们社会教育科目前成立了艺术教育部，那艺术教育包含了音乐、美术跟表演艺术。那我今天要以我的专业来为大家弹奏一曲是李斯特改编舒曼的贡献，来感谢现场的小朋友跟家长们，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对本现场教育的一个贡献。好，谢谢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那也庆祝今天的那个我们的颁奖典礼跟毕业典礼是顺利的，谢谢。